们今天要玩什么呢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《公主梦幻城堡乐园》的积木玩具。是积木玩具啊，那快让我们打开看一下发生在这个城堡当中的有趣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王国。在我们的王国里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堡，城堡里面住着一个美丽的公主。我们这里的人生活得非常富足安宁，但是有一件事儿特别奇怪。珊珊公主，今天邻国的小朋友会来我们这里做客啊。真的吗？我最喜欢小朋友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小朋友们准备点什么呢？要不我亲自去买一些礼物吧。珊珊公主，我们来了。哇，小朋友们来了，我正好要去给你们买礼物呢。谢谢珍珍公主，我想要糖果。我想要玩具。现在你跟朋友们来了，我们该去城堡吧。好好啊。天啊，那边真的好冷啊。对，有一些。是不是很漂亮啊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公主到底怎么了。可是后来有一天，哇，姑姑，我真的好喜欢我的城堡啊！是啊，你看这个秋千，还有滑梯，还有浴缸，还有沙发和梳妆台，太喜欢了。确实不错啊，但愿这一次不会被珍珍公主刺激。
就是我们的公主，既温柔美丽大方，又可以打小怪兽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国家只要有我们公主，就可以过得一片祥和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国家的秘密，不可以说。